没那么离谱吧？我们的机场是在深山里面呢，在专门打猴子的山猪。快点，那一只，那一只。快点抓到，快点，快点抓了，抓！啊！你怎么没有抓那个火鸡？火鸡给它大，那么小的，看这边。那一个红色的是吗？对，百香果不是啊，那个花、啊。我把它放回去哦。